接下来讲讲比较核心的内容，是跟标准相关的。园林有几套标准啊，在江南园林志里面其实都有提到，是来衡量不同的事的。那我刚才讲到，只有标准我们才能知道好歹，对吧？所以不能是个子比体重啊。第一套在江南园林志里面最重要的一套标准是这个三行，造园三境界，就这个是基本在其他园林理论里面有的，这个是从佟浚先生这儿开始提的，不管是他总结还是他直接提出的，这个来自佟先生。疏密得宜，曲折尽致，眼前有景，大家都听过这三个吧？但是我们发现，其实真正来评价园林前两句最多，说这园林疏密得宜，曲折尽致，对吧？很少有说他眼前有景的。所以曾经这个我和我师父董明干是有分歧的，就他曾经告诉我，眼前有景是第一要点，接下来是疏密得宜和曲折尽致。那么当时我从一个最直观的会觉得，这自大而小，疏密得宜讲的是大格局，对吧？曲折尽致讲的是中观形态，眼前要有景讲的是细节。后来我研究完这个，我发现错了，读了一堆，确实错了。就实际上我们发现一个简单的区别在哪？疏密得宜意味着什么？疏密本身不代表好，也不代表不好，只有得宜才好。但这是句废话，谁知道怎么才能得宜，对吧？曲折尽致也不是曲折就好，对吧？就你想曲折实在是太容易了，但是怎么才能曲折的足够的好，这里也没有讲，只有一个眼前有景，这直接是价值评判。你要让眼前有景，只要有景就好，他没说眼前有什么景啊，或者有美景，眼前有景就得。所以最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我错了哈。我后来会上向师父认错了。我们先来看看眼前有景是怎么导致曲折尽致的。大家认得这个？这在留园，从那个东园进西园的一个小阁廊，大家可以看到旁边其实还有一个阁，就是离得非常的挤。但是就这个墙几乎已经撞到那个阁的那个屋角上，已经成了勾心斗角之势啊。他为什么还要折？大家看到这折了两下，从这儿看过来，大家认得这个，他种了一丛竹子，光会洒下来。所以这个是中国园林里的建筑通常会把这个檐口压得非常的暗，让这个建筑里面暗，是为了当有光洒下来的时候，它的反差会非常明显，这是一个眼前有景。所以这一折就是这一折，是当人从这边过来的时候，这个眼前可以有一个景，否则这就是一个门洞，对吧？你在真正中国优秀的园林里面，在任何廊子里面走，你眼前一定是有可看的东西的，不存在前面这堵墙它还会让你往前走。所以这一折是为了这个景。那么这是从这边看过来，对吧？你看到这个，但是这个悖论在哪？当你从这门洞进来的时候，它藏在门后，对吧？我们知道一定是看不见的吧，因为基本上我们看什么就是什么警匪片，你要想把人干掉一定是藏在这个位置，他进来你帮把他给打死，对吧？所以这儿有景的话，从这儿进来你是看不到景的。而这整个西园里面，就是大家可以去留言来看一下，这个廊非常的长，前面无甚可看。哎，这时候这个为什么在这么勉强，这个角已经顶到那个阁上了，为什么在这么紧张的地方它还要折一下，是为了让这块有光洒进来，它哪怕种不下东西了，但它一定会让你在任何时候眼前都有的看。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写照，是眼前有景怎么导致曲折尽致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其实真正的造园家他在想的不是这条廊怎么看起来比较自然，从真正你走在里面完全没有这件事儿，大家都应该有这种体会，对吧？他完全不是一个在平面里面讨论这个廊形态的问题，而是我要提供的东西是什么。那么对于曲折来讲，我所知道最曲折的，他还真在一篇文章里面，这个就是沈复在《浮生六记》的这个
《浪游记快》里面写到，就他们听说有一个园子特别好，那个园子叫做无隐禅院，就大家有兴趣都可以找来读一读。就是有想跟我入门的学生，基本上我都会让他们来读这个，然后还原出一份设计图来给我，之后我再决定要不要下一步指导。大家有兴趣都可以把这篇拿回去画一画，看看你们能画出什么东西来。它会有点像，大家看过有一个金庸写的武侠片叫做《侠客行》，你们画出来一定都不一样，但是有很多设计恐怕会非常让你自己振奋啊。但是呢，他们想找那个无隐禅院，但是死活找不着，走了老远以后，他们问一个人，说这个问无隐路嘛，就是问这无隐禅院在哪儿，人说前面水大不可行，就是已经前面已经过不去了，没有路了，你们走过了，往回走几里地，南有小径，渡岭可达。就是南面有一条小路，你从这山翻过去就能到了。然后就听他的话，往回走吧，灰溜溜的。然后翻过了这个，就是这座山，又往南走几里。然后越走呢，越觉得竹树丛杂，就越不像有人烟的地方，就有点毛了，对吧？《西游记》里边就是一般到这种环境就开始出妖怪了。然后四山环绕，静满绿荫，就是开始路越来越野，已无人迹。那哥几个结伴走的，互相壮胆，但已经有点害怕了。竹椅是他们里面其中一个人，竹椅徘徊四顾曰：“似在此而静不可辨，奈何？”说什么呀？好像是在这儿吧，因为那个竹椅之前去过，好像是在这儿，但是呢，这个路现在也分不出来，怎么办？然后鱼就是我呀，就是那个沈父，就蹲在那儿仔细看。蹲下来的好处是什么？因为大家周围都是竹子呀，竹子特征是什么？因为竹子的叶子茂密的地方它会比较低，基本挡住你的路线。但是底下因为是竹杆儿啊，它其实蹲下看看这个竹丛这个后面，能看到更远一点的距离。哎，这个时候，哎，那个于千竿竹中隐隐见乱石墙，还记得吗？就前面同济先生说，就是文献里面老是说有虎皮墙、乱石墙，但现在少了。你看《无隐禅院》里面也是乱石墙啊，就是有乱石墙，那个然后就他们就拨开这个丛竹啊，就从里边就不是路了，就从那儿挤过去，横穿入密之，始得一门。大家可以看到，还没进那地方啊，已经有多少周折了。这是我见过的曲折尽致最经典的表现。接下来，然后就是那个门上有一块匾，写着“无隐禅院”，证明他们找出来地儿了，是吧？某年月日，南园老人彭某重修，众席大家都很高兴啊。说，如果不是你，咱们就全白走了。但是呢，山门紧闭。他们开始咣咣咣敲门，敲了良久，无应者，没有人出来。然后接着呢，呼，旁开一门，所有的事儿全都出你意料，对吧？旁开一门，然后出来那个人呢，长得也很曲折，压然有声啊。出来一年轻人，面有菜色，足无完履，就基本上长得像有病一样，鞋也是破的，问。客客为着非常酷啊，你干嘛来的？然后那个竹意就跟他鞠了个躬，就说目此幽静，特来瞻仰啊，且听说你这儿不错，我们想来看看。然后那个少年跟他说，我们是穷乡僻壤的，而且我们这院里的这个僧人也比较懒散，我们没法招待你，你们别处玩去吧，就要把他们轰走。然后他们找了这么半天，怎么肯走呢？实际上，如果没找这么半天，没准就走了。大家记住，实际上中国园林，我前面讲了，我其实上次讲过的挑逗欲望。然后他闭门想进去，然后他们另外一哥们叫云客，赶紧就把门给挡住了，然后就好说歹说的那个年轻人就让他们进去了，徐一起门嘛。
然后就是说，如果你让我们进去的话，我们肯定就有重谢啊。这些人其实都是文人，太穷的没有啊，哭穷的有很多。那说我们会给你钱。然后那少年说，我们这儿没什么好东西，招待你们也怕怠慢啊，就是哪敢要你钱啊，就让他们进去了。前面够曲折哈，但是紧接着你们看，山门一起，极见佛面，金光与利音相应，亭阶石柱，台基如秀，殿后台基如墙，石栏绕着。突然就是在前面费尽周折的时候打开以后，突然所谓豁然开朗啊。但是它究竟是不是开朗，接着就是我为什么会让很多学生来画这个，你们在脑子里勾画一下，画死你们。寻台而西，有石形如馒头，高二丈许，细竹环其指，就是下面就是在石头底下种着竹子。再西折北，你们还知道朝哪儿吗？由斜廊，这就把你气死了。他没说往哪边斜，聂极而登，开始上去了，还有高差。课堂三卷，那个楹锦对大石，楹是什么呀？就是那柱子，但是柱子上那个对联叫楹联嘛。就是他那柱子对着大石，就这种关系其实非常奇怪的，西方人绝受不了的。你环境就前面怼了一个这个，怼了一个结构啊。石下早已小月池，清泉一派。这个那个姓早横交横啊。堂东即正殿，这时候你们知道正殿在哪儿吗？殿左西向为僧房，殿后临峭壁。后边我会专门讲峭壁的事儿啊。这个树杂阴浓，仰不见天。然后星璀是一个人啊，就走累了，就因为前面已经找了太久了，有点走不动了，就池边小憩，于从之，就是俩人要在那坐着，其实他们是野餐的嘛。将起盒小酌，就打算在那儿喝一杯，刚要喝还没喝呢，忽闻异香因在树苗。知道树苗是哪儿吗？树杈意味着什么呀？在高处，就是刚进来的时候已经绕晕了，对吧？就突然俩人坐那儿想歇一会儿的时候，上边听见他哥们儿的声，就是喊什么呢？三白速来，三白就是沈复，叫沈三白，说三白速来，此间有妙境。他们已经把这个已经整个转了一圈了，找地儿休息啊。其实说有的人居然没去过，仰而视之，不见其人，光听见声了。然后阴雨星璀，寻声觅之，就是跟着声音去找他已经看不见的人了。由东乡出一小门折北，这其实这我也画过，基本上我也画死，每次画也不太一样。有石凳如梯，约数十级，于竹雾中瞥见一楼。所有东西都在曲折哈，又梯而上，又往上，突然怎么样？八窗动然，俄曰飞云阁，四山爆裂如城，缺西南一角，遥见一水青天，风帆隐隐，是哪？即太湖也。就突然他们在湖上找这阵死活找不着，居然在这阵有一个地方可以尽览太湖之胜啊。在这儿啊，倚窗俯视，风动竹梢如翻麦浪。这些竹梢大家记得在哪儿？是他们进门之前，不是死活找不着吗？但是在上面，这个其实情景有一个电影描述了，叫做什么《卧虎藏龙》，你们看过吗？基本上竹梢如翻麦浪，就是《卧虎藏龙》里面的那个镜头拍到的东西啊。异乡曰：“何如？”说怎么样？很得意对吧？我找着，你找不着。于曰：“此妙境也，确实不错。”这该完了。忽又闻云客，就是另外一哥们儿，于楼西呼曰：“异乡速来，此地更有妙境。”接茬就找了，又因又下楼折而西十余级，忽豁然开朗。所有都是这个过程，在非常曲折之后豁然开朗。
平坦如台，夺其地，已在殿后峭壁之上。这什么地方？大家前面已经讲到殿后的峭壁啊。他们走了这么远的路，最后发现其实自己就站在之前在走之前那地儿正上方而已。大家记得有一个中国古代的神话叫《西游记》啊，孙悟空在如来佛的手掌里就撒了泡尿，最后飞回来发现就在手指头里面。中国文人所有的就这个大小之间的区别永远是在模糊的，不像西方啊，西方一定是有巨人对吧，然后有矮人，巨人绝不会变成矮人，矮人很少变成巨人，但在中国基本上孙悟空。所以西方人如果读中国人的这个神话，就有很多逻辑他不可理解，就是基本上孙悟空就有一集铁扇公主啊，这是我导师在他的博士论文里面写到的，铁扇公主不给孙悟空扇了，孙悟空变成就把自己变小了飞进他嘴里的对吧，但是德国人会问他变小了他的衣服呢，然后他光着屁股飞进一个女士的肚子里好像也不太礼貌，所以有很多逻辑是西方人不可能理解，但中国的小孩永远不会问这个问题，包括孙悟空能变对吧，孙悟空脑袋戴那箍叫紧箍咒对吧，他也跟着他变，所以他不管变多少那咒都跟着他，所以中国最牛的东西一定是可大可小的，但西方人比较牛的东西一定是大对吧，他们就伟大的他说好一定是 great 对吧，然后中国人如果说哎你个儿真高，这个完全不是一个夸人的话，就像打球的鼓掌说你这鞋真好是一个道理的，所以就这个文化上的差异自上而下的会导致有很多东西截然不同啊，比如说有一电影叫刮痧，我觉得里边有一形容西方人的思维来描述中国这个故事太贴切了，他说孙悟空不是偷了太上老君的仙丹吗，推倒了那个丹炉，然后他那里面的描述是那个可怜的老学者就这只讨厌的中国猴子不但窃取了他的科研成果还毁掉了他的制作车间，一脚把他单独给踢到了，哎，这事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这个基本上就是如来佛的这个手掌，所有的中国园林都希望是一个这样无限的东西，它不一定有多大，但是你一定不知道它有多大，所以这是一个很逗的事儿，就基本上在中国人的描述里，基本上你要描述大最大的是什么，就比如在《南华经》里是庄子，在《逍遥游》里面讲到北冥有鱼，其名曰鲲，但说是大鱼对吧？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就中国人描述这个多大，西方人一定会描述9999里对吧？就一般会用这个，但是鲲呢，这个字是用，通常来讲，在古语里是用来描述鱼子的，是最小的东西。所以中国人这个，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眼前有景。前面讲的是眼前有景怎么导致曲折尽致啊，再来看看眼前有景是怎么导致疏密得宜的。这个是易谱的平面图啊，我们姑且用平面来看。就当时在讲的时候我完全没找到这个，只是想到这个圆子，哎，我们发现易谱跟这个字是一模一样，外面有一框对吧，这边都是房子，中间有一塘水，这边枝枝丫丫的有山有树，就是这么回事。易谱应该算是疏密得宜的一个非常经典的典范，我们来看一看。比如从这儿进来以后，这儿很曲折哈，跟用地关系有关，那么进到这儿有一个房子，这是干嘛的，它是一个密对吧，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儿压得非常的暗，然后两边是有两个通道，这边是极其严整的一个正常的庭院中庭，那这边已经开始变成旁逸斜出的一个园林，那么在中国的园林里面，它始终希望你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面看到无限的差异，所以这两边极其的不同。那这个文房其实没有特别实质性的意义，但是它
它导致隔断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境界，叫境界啊。就我知道一个英文最好的翻译，境界翻译成 world 就是世界，就它一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那接下来，这是严光阁。严光阁原本王树认为这个非常的大，后来王树意识到，实际上多数人是坐在这个阁里来看这个，所以它本身的大，跟这个圆本身的这个比例配置其实是无关的。这又是一个中国人跟西方人的标准不同。西方人在做一个房子的时候，你始终是站在外边来看这个房子，对吧？所以在西方的那个，西方是指北针，对吧？中国叫司南。因为一般欧洲和中国基本都是在北半球，我们知道阳光都是从南边照过来，那么南边一般是正面，对吧？那么在一个图纸里面，通常来讲正面会离自己比较近的地方一定在下面，那么在上面呢是那个反面。所以它直接就是告诉我们是什么呢？西方人是站在房子外面看这个房子，他一定会让正面面对自己，所以下面是南，上面是北，所以左西右东。但中国人反了，中国人的图里面，中国人始终是坐在这里面的，那么朝前的应该是什么？应该上南，对吧？下北，所以东西也会反过来。就这是有很多文化上的差别，会导致一些细微的差异。所以基本上你坐在这里面，它有多大你不知道，对吧？只缘身在此山中，所以这个书密就由，然后坐在这儿是观这整个这个全圆景致的一个非常好的位置。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所谓半潭秋水一方山啊，真的是环秀山庄，但是在这儿我可以看，就真的是一方山，在这里一个矿井非常的棒。那么因为这个严光阁在这儿，所以它真正疏的地方密在这儿，疏的地方一定在它的对面，对吧？一定是一个被看的地方是疏的，所以在这边是一段自然的这个假山的景致。那么实际上这个亭我们前面看到叫做汝舆亭，在水畔，亭在水畔非常的多见，但是这个山上还有一个山亭，这两个亭非常的近。所以就是通常来讲，研究园林的人，研究易谱的人，总是会想办法解释为什么这两个亭又离得这么近，一个在山上，一个在水下。就实际上从图面上，如果我们拿这个去交设计作业，老师一定会说这两个亭你做的重复，对吧？会要求你换个地方。但这个山亭为什么会有在山上？实际上在这个院子里面，这块石头在这个位置，但是照片拍不清楚，没有足够好的相机啊。这块石头是在这个院子里面，那么从这个山你来回走，那么这块石头因为从南向光打过来，它会被打得非常的亮。你从这个假山上面来回走来看对面，穿过这个严光阁的两层窗户，能看到的这个，看到它最舒服的一个位置就在这儿。这是稍纵即逝，基本上你要在上面不断游走。而当你盖了一个亭子的时候，亭是什么？亭者亭也，人会停在这儿。你坐在亭子里往这边看，你就会穿过严光阁，看到这块被打亮的太湖石。所以这个书中有密的这个密，完全是因为眼前有景，要看这个院子里面的东西得到的。比如这个我上次给大家放过，你们知道这两个是一个东西啊。中国园林干的事儿就这么奇妙，其实这一堆破芭蕉，但是从里边这个超过我见过的一切西方的这个现代平面艺术。还有色彩配置，它在这儿，这个做法叫做虚北，就是我上次讲了，就是基本上若面北者宜虚其后啊，面南者宜虚其北。它是干嘛的？虚北一般这个北墙会非常的高，南向光会打在北墙上，把北墙照得极亮，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效果。所以西方人都会觉得中国园林的房子里面暗，所以它暗，
但西方人绝不会认为电影院里太暗，亮了就看不见，一个道理，亮了就看不清楚。那么这个疏密，这么小的一个夹道，从功能上它甚至有一点无厘头，但实际上完全是为了眼前有景，能理解吧？能看这个你认得吗？事情的真相是这样，就是《闲情偶记》里专门有一章叫做《藏污纳垢》，上次我讲了藏，这次不多讲了。所以这个响月廊和这个后面之间的这个夹道，这个疏密，完全也是这个眼前有景所得到的。那这个在西边，所以看这儿最好的时候在什么时候？是上午，对吧？太阳日光从东边打过来的时候，打亮这一堵墙。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园林是一个多么有趣的东西，这是完全西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很多没有景的地方，你都可以以西北的这个做法，让这个墙本身呈现出一些可观的东西来。然后在这一幅，在这个延光阁和这个它正堂之间有一个非常小的小院子，这个院子进不去的，四周没有门。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图片都是这个院子，这是从院子里面看，这个是从正面看，这个是从正面看，这是从正面看，这个是从对面的那个假假山上面看这个。但实际上你在这里转一圈，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还和人纳闷，一圃里种了多少芭蕉啊。后来我跑到上面看，一圃里就这一丛芭蕉。还记得如来佛那手掌心吗？对吧？孙悟空在那玩了十万八千里，就还是那只手。基本上就是他做到什么，他每一边的这个窗洞啊都完全的不同，看的是一丛芭蕉，但是实际上你真看下来，你看到的是各种各样不同的芭蕉。实际上你一直在围着这个转，所以就是不撒泡尿你真的很难记住啊。其实就是这一幅，后来我经常拿这个来搞笑别人，我说你猜一幅里面有几层大芭蕉啊？七层八层的这个答案都有，我会把它领到上面，哎，你来看，就是它，全是它，你看到的都是它，扮演了很多角色。那么这个院子是干什么用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位置从延光阁的后面的廊子里面可以看到一丛竹，对吧？这个是哪儿呢？这个是从这个响月廊，从这边也能看到一丛竹。这丛竹跟这丛竹是同一丛竹，您能理解哈？然后这是从这边看过来，哎，就它会有一个旁边斜出的树，然后这个靠墙会有一个假山，我觉得这个非常奇怪啊！这么小一太湖石，底下还垫一凳子，其实是一非常缺心眼的事儿。直到后来我才明白，这儿其实是一个书房，坐在书房里，李渔写过这事儿，就是你不喜欢看到承托它的，就实际上你没有这么多石头，坐在里头你只能看到上半部，你认为对面是一个假山，实际上只是一块石头。当然我没有拍到这个，几次去不是锁着门，只有一次不是锁着门的。就是有一个不知道什么单位在那开会，他那租金比较贵，我想混进去拍张照片，也是被人推出来。这张照片我早晚要拍的，一定会更新我的 PPT。所以这儿会有一个，所以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书密都来自于有一个非常确定的他要看一个东西。那么第一套标准大家记住了，是以眼前有景为起点的。疏密得宜和曲折尽致。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套标准，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不仅在周回曲折四字矣。这个话说得很过瘾，因为有现在有太多以为自己在做中式园林的，只是在平面上折叠那个廊子，他们应该知道不仅在曲折周回四字。这个标准从哪儿来的呢？是从沈复《浮生六记》的《闲情记事》里面来的。他讲的又都是原文的，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这些我们说了，大中见小指的是什么呢？在一个非常宽广的地方，后面我会讲的，最近一览无遗。在这种地方实际上就是当后面我会讲的，开门见山不是为了挡住后面该看的东西吗？所以大的地方他希望把这个景致处理小，他干了什么工作呀？散漫处，直一掌之竹，
边易貌之美以平之。你不能让他看到有多大波澜。我前面讲了，不知其几千里也才够大，光是大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大中要见小。这个，所以就实际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江南的园林，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江南的园林，就是在里面竹子、芭蕉最多，对吧？那个有人认为竹子是君子，对吧？芭蕉是过去文人在上面写帖子的，经常就是文人会在芭蕉上，因为面大，用毛笔提题词，就是比较经典的是袁枚，就他老婆神经衰弱，精神衰弱，就是晚上雨打芭蕉，这个声挺好的，他老婆睡不着觉，然后他很郁闷，第二天在芭蕉上提了一行诗，就是何人多事种芭蕉，早也萧萧，晚也萧萧。他老婆从那儿过，顶了一个帖，而且芭蕉不是你种的吗？顶了一帖，就是世君心事太无聊，种了芭蕉又怨芭蕉。有很多人会用这些来解释文人对这个植物的选择，它可能是有道理，但是其实最根本是什么？他这已经揭示了这个一长之主和一貌之花。竹子什么长得非常快，对吧？就基本上大家如果有经验，晚上竹子拔节儿，你能长听到它生长的声音，竹子很快就可以成为一丛，芭蕉什么叶儿大，对吧？而且草本的长得非常的快，这是在江南一带你想让迅速茂密需要有的一个，所以它成了一种风格，以至于很多人不知道。但在广东造园呢，这个实在是让我觉得太头疼了，东西一不小心就长疯了，对吧？所以在这儿不一定你要找这个竹子或者芭蕉，相反你会希望找一些相对比较枯的东西来抗拒这个。所以其实我不太认植物啊，但来广州我记住的第一种植物就是鸡蛋花，因为在所有那些茂密的不得了的植物里，鸡蛋花是最光秃秃的，柠檬桉，对吧？长得像电杆子一样。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我要造园，我一定会用这种做清水混凝土豆，种一个这个东西，对吧？跟那个浇的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毕设也会给学生留作业，让他们做春夏秋冬四季的园。其实我希望他们做的是冬园。如果你有本事在广东做出冬园来，这进去你能有冬天的体会，基本上可以毕业。这个小中见大怎么干呢？就窄院而墙，以凹凸其形，饰以绿色，隐以藤蔓，嵌大石，凿字作碑，推冲如临石壁。就你对面其实已经非常窄了，但是你在那嵌一块石头，凿一个碑，对吧？比如说叫什么白云山，对吧？你推冲离得那么近，离得近的好处什么呀？你看不出来那是怎么回事儿，对吧？你就看一看大石头堵在这儿，你会认为你后面不是一堵墙，而是一座山。这是小中见大，中国人干的永远是在两个之间折腾啊。就是注意中国人说话，其实就是这样的。中国人说话一定是两个，比如说动静哈、啊，说有什么声响，人不说有什么声响，西方人叫什么丧啊？中国人叫有什么动静，这俩字什么动和静，究竟是动还是静啊？对吧？就是外国人想永远把它想死，看看这个高矮，尝尝咸淡，评价一下这个人的好坏，对吧？就是问问你的疾苦。所有的都是在两个之间折腾的，中国人永远他不告诉你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有很多中国的事能把外国人给整崩溃了。所以他一定是在小的我就让你变大，大的我让你变小。然后虚中有实指什么呢？或山穷水尽处，一折而豁然开朗。虚中有实，就这个大家知道啊。前面无隐禅院里一直不都是，就是大门一开即见佛面嘛，对吧？然后实中有虚什么呢？开门于不通之院，不通你开门进去干嘛？应以竹石，如有实无也。设矮栏于墙头，这个设计做得特别多，上有月台而实虚之。指什么意思？大家知道两米以上的墙，谁能知道两米以上的墙和两米以上的台有什么区别吗？你看都是一堵墙，对吧？以你的标高，你不可能看到这个鸟瞰着它究竟是怎么样的。所以完全一堵墙，它完全可以已经不是你们家了，但是它加一个栏杆，对吧？童俊先生曾经很郁闷，
曲桥无缆，你做个桥都不怕人掉水里，就都人有可能掉水你都不做栏杆，对吧？你砌一堵圆墙它有可能做一栏，栏是干嘛？提示你那上面是能上人的，我怕人掉下来，其实那就是一堵墙，能理解吗？这个意思始终有区别，其实一直在变戏法，这就是开门于不通之院，那是哪儿都不是，但是我没往里边拍，里面是一堆那个拖把墩布，就是后勤的这个位置，但是你从这儿看你不知道它会去哪儿，居然还有光洒下来，这个是始终有虚，这是虚中有实，对吧？始终有虚，这是什么呀？这个是，这俩都是易谱的，这是易谱的外圆墙，但圆墙应该是实的，对吧？它上面这叫盲窗，这个根本就不通的，所以它种了一堆东西，就是他所说的这件事儿。开个窗意味什么？他想让你认为隔壁还是我们家，我们永远说的是这些事儿。那么接下来的一组是涂俊先生最多的，就是用来评价园林最多的一组标准，叫做一览无余之际，是一览无余，是一个最糟糕的东西哈。但这在西方很好，就是你一览众山小，就是你可以把它看全，但对于中国人来说，他说日本造园家小学远州常备庭园以深远不近，深远不是最重要的，而不近才是最重要的，不完为极品，切记一览无余，全都看光光了啊！此在中国园林尤为一定不义之旅，江南园林志里面曾经形容如南巡数源，大而多水，大河多原本是好的，对吧？有一览无余之憾，它是一种遗憾，就你没能把大做成无尽，还有或有由一园高处而能将林园一望无遗，苏州徐园尽览南园之盛，此非借景，实可谓捷径。你不是借啊，你在想东西。所以其实对于这些来讲，这个是几乎是童俊先生用来形容园林最多的，它也就是大本身的意义。当然以一园高处，实际上这个并不是中国园林打创生起就有的，就这个我今天不细讲了，就董老师的这个园林课里面的第一堂课叫做高瞻远瞩，讲的就是中国人从秦汉的时候从高瞻是如何一步一步变成到唐宋之后的文人的远瞩，实际上它都是以无尽为标准，但是在不同的这个条件下从高瞻到远瞩。那么江南园林志童俊先生是以明清中国文人园为基础，所以讲的基本是远瞩，而这个远是要让你不知道有多远。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就是原野里面也讲这句话叫做疏水落位无尽，断处通桥，这有两种理解，对吧？我上节课也讲过，一种理解是如果你水要多的话，路有很多就会断掉，那么就是路断处通桥，这个是一个常识的理解。但是还有一种理解就是说水断处通桥，但是这个其实我跟董老师是有分歧的，我认为是水断处通桥啊。我们看这个，这你们认得吗？就是网师园的这个，就是月到风来亭对面的这个，大家都画过网师园的这个平面嘛。反正我念书的时候基本上建筑史的老师会要求画，就是会很痴迷于往事园这个水体的那小尾巴掖在小山丛桂仙后面啊。其实这个水基本上一步就跨过去了，就是你真个子高点可以当茅坑使，实在是这条尾巴实在是够小的。通常中国文人如果要在这儿要做桥，通常不会做拱桥，园林里拱桥非常的少，这么小的水一般放一块石头叫做厅布你就过去了，但为什么要做拱桥？怕人看不见。有桥的地方为什么会有桥啊？对面还是水，对吧？你才需要一个桥过去。那么水断处通桥，它是要告诉你这个地方是含有水的。所以这个就是如果一览无遗，它像游泳池一样，你一下知道它有多大，再大也不过是个水库，对吧？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其实是一个更典型的例子，这个在留园，在那个大水面对面能看到对面顶在冷月廊上，这个是桥啊，
你看对面去哪儿了？是一堵墙，哪儿也去不了。但水到这儿是结束了，压在这个桥的阴影里面。所以疏水若为无尽，断树通桥，是水断不通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比如多时莫为山假，就是你叠几块石头，不要说这个山是假的，对吧？叫假山。道桥若被尽通，你到了一座桥，好像说这个路是通的，好像说路是通的。所以讲到这个狼是或盘山腰，或穷水尽。所以这里面引出银山高士里面中国的这个造云家一定是画家，画家不一定是造云家，你们知道这个等级排序了。山欲高进出之则不高，烟霞锁其腰则高矣，水欲远进出之则不远，眼硬断其脉则远矣。他俩指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它跟园林里很像。中国的山水画家一直遭遇一个问题是，我在这么大的一个斗方上面我画一座山，我凭什么就跟人家说它不是一块石头，它就这么小，对吧？我可以画一条河，但我凭什么让人认为它不是一条沟？所以接下来今天我不展开讲啊，但是云这个烟霞，它所能掩藏以及放大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它指的就是这个，说华山啊，就是你必须把它画的秀拔才高，否则的话它不就是一个尖石头锤子吗？说如果水你全都画出来，然后你不只是它会没有这个盘折的这个意趣，它基本上合意画秋也。所以中国画里面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你怎么在这么小的纸上表达让人知道它足够的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发现用的办法就是让它看不光，用烟霞挡住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时候你不知道它还有多高，你只能看到一个山峰或者只能看到山脚。所以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啊，有一种谢顶的人，他会梳这种发型啊，这发型有一个学名叫做地方支援中央，外国人好像是这么干，中国很多老教授也这么干。你越这么梳是不是越显得秃啊？这个人叫伯比查尔顿，是英国踢球的，我还比较喜欢他。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的这个研究园林的人啊，这是他年轻的时候，他还是有头发的。他现在谢顶了，但是现在除了内部知情人士，很少有人知道他谢顶了，你知道吗？所以它代表什么？你玩命折腾它多，它不见得多，对吧？反而有一天你把它干掉了，就是这时候形容我的头发不是没有头发，是不知道有多少头发。哎呀，这个学点园林其实还是有用的，就是到处都可以帮你啊。那么再有我讲下一条，就是相当于是最后一条这个原理是什么？在罗马园林中，这是在中国园林里面讲的，层层升起的台地具有相似的空间非变化的境界，而在诸如法国的平坦地面上的园林，这出人意外的因素尽是尺度扩大，更增强其单调感。它指的是意大利园林和法国园林啊，实际上洪先生影射的是中国园林跟法国园林的区别。洪先生所痛恨的西方景观建筑学基本上是以法国园林，对吧？大家都是实际上睡课作业都是在画总屏的嘛，就在画那张画。意大利园林借助于层层台地，确实达到了一个目的，使人惊奇，这也是中国园林存在的原因之一。所以在苏州园林里讲的中国园林实际上正是一座匡人的花园，这是意大利的台地花园。就实际上因为这个高差的关系，前面咱们讲到了一个《浮生六记》里面讲到，就基本上这个虚中有实，指的什么呀？就是一个墙上面，因为这个高度的关系，你看不光，所以它可以在你变戏法，对吧？意大利园林也是，因为它每一层，一旦你走进了，你就看不到上面，
你每爬一层都能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东西。这是意大利园林的，也就是罗马园林的这个核心。这是法国园林啊，它做成地毯基本上也是这质量，它基本在这比例尺下，法国园林可以没有尺度感。这个尺度感是一个被迫的东西，你基本一眼全能看它干净它是什么。而法国园林需要的就是你一眼必须要能，你必须有个地方可以一眼把它全都看干净。这是西方的景观建筑学两个源头之一，一个是来自罗马的台地花园，它的原则更接近中国。当英国人把中国园林的原则引入欧洲以后，它有一次发酵反应的过程。另外一个就是法国园林为代表，它最歧视的就是大地艺术。大地艺术就不是让人身处其中来体验的，就是在高处，在高山上你能看到一个人类造物的奇观。所以在法式园林在图面上推销是没问题的，但是大家必须要了解大地艺术的尺度感以及它的表现核心，并不是你画这张画就完了。讲讲借景，借景有几个特征，比如说《江南园林志》里面讲到，又有所谓借景者，大抵郊野之园能之。为什么？郊野因为外面的景都比较好，对吧？现在我们出去春游也会去郊区，对吧？很少有人说咱们去天鹅城去春游一游，山光云树翻影浮图皆可入画，或纳入窗影，或望自亭台。哎，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它似曾相识啊。这个鲤鱼在现场我记得里面讲到和他讲到他的尺幅窗了，不是尺幅窗，讲的是他的便便窗，就在一个船上，我讲过的上次，就船上掏了一个扇形的洞，然后在里面开那船，外边就过电影。他讲的四冠浮屠烟光云树以及往来之桥人木树，进入便便之中，做我天然图画。所以借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是入画。那么还有几个，比如原研里面讲到借景的时候，高原即望，远秀环屏。记得这俩字儿，我刚才讲过，就中国园林是有一个，古代园林是有一个从高瞻到远瞩，从高到远的这个变化过程的。那么辽远高台，我们看到了搔首青天，可谓平虚敞阁，一个是高，一个是敞，入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借景的几个要点基本都在了高、敞、入画，纳入一个画框，让它成为画。这时候我们再回到浪游记快的无影沉韵，我们可以看到它借景的那段描述啊，又梯而上高，对吧？八窗动然是敞，俄曰飞云阁，四山暴裂如城，缺西南一角，遥见一水青天。是不是从高到远，高瞻远瞩，对吧？风帆隐隐，即太湖也。所以基本上中国的这个造园的这个原则非常的稳定，就是迁徙的很少，只是现在失传的比较多。再回到前面一个问题，我们前面提到童俊先生曾经也非常的郁闷的一件事，中国园林里面有很多功能性的东西不讲功能，对吧？就是隔高无梯，或有梯而不便登降，或者廊壁九曲啊，曲桥无栏，他觉得这些是为了让园林像一幅画而做的牺牲。但是在这里面讲，一旦忘却园而沉眠入画，那这个时候标准一定是画。前面也提到了做天然图画，你做中国园林就是一幅三维的风景画，后面这个三维也改了。实际上中国园林追求的不是三维的风景画，而有一个更宏大的野心，是要在三度空间里面营造二维的风景画。这个是我上次课阅读园林里面讲的，今天就不再讲了。一幅写意中国画，重要的是一个好的造园家必须是一个优秀的画家。所以在研究造园之前，我基本把中国古代画的那边读了，就基本上我开书单的时候，有很多人开始觉得很少几本书，其中有一本书叫做《中国古代画论类编》，后来就发现那个书单里那行字是
中国古代所有跟画有关的理论的一个合集，它是一摞书。那么到江南园林志的时候也提到这个金园林主多为将相官，终身不曾到，只当画图看，也指的也提到了园林跟绘画的这个高度的这个关联。看园似看画，是由于园外也。但是这个时候童俊先生仍然心里是很不确定的，因为你不在园子里，你像看画一样看。所以其实后来童俊先生在后面的修正了自己的这个观点啊，他说只见画图之美，偏重局势外观。前面讲到了，他会提到一系列这个功能的问题。但是到这个70年代，三四十年之后，在苏州园林里面，他重新开始论述这件事，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口吻完全不同了。欣赏一卷中国画史，几乎无人会问如此巨大的人能否屈身钻入如此小小的棚屋，对吧？就这个，因为童先生就是出于建筑学的背景，但是经过这些年的修炼，他终于回到了一个中国本土孩童可以认同的一个前提，然后重新审视这个中国的文化。那么或者一条弯曲小径，几块跨越湍流的薄木板，其栖于驴背上的隐士能否安全地抵达对岸，对吧？你可以看到非常小的骑驴从那儿过去的时候，就是中国人通常不会担心它会掉水里，但西方人就把龟灿拿出来了，你这个鹤仔是不是能够。对中国画而言，在领悟其美感愉悦前，必须接受这些看来是反常的规则。这种玄虚的做法同样适于中国园林，为中国园林实乃三维的中国画。所以后来在一年之后的东南园树里面，几乎童先生已经确定了这个，就是他已经就是得出了这个结论，但是他并没有从自己的嘴里得出啊，这个叫做差异性的复述。我前面讲了，他借别人的嘴说，他说可是托马斯惠特利走得更远一步，他坚持风景园并非等于而是高于风景画，以及在后面的论述讲到，假如中国园林是高于绘画，假如，就是虽然有假如，我们是不是能看到童先生的观点？园林是有高于绘画的地方，高于的地方在哪？在于园林本身的理想。这个理想叫什么呢？叫做城市山林。这个也是从童先生开始，园林也可以被称作城市山林。它的出处在哪？在杂志里面，王元美和陈维公这两个人聊天嘛，他说什么呢？山居之寄于寄也，讲什么？你住在山里啊，实在是有点太冷清。但是呢，市居呢，之寄于轩也，就你实在是你住在城里呢，又很闹腾。所以中国文人很难伺候啊。但是实际上，所有伟大的设计都出于要满足一些极其奢侈的、不可能完成的理想。那么为园居，我们可以看到山居和市居之间是什么？园居。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人基本上永远没有在追求一个极致的东西，而是在两个极致之间要找到一个权衡的点。那么在寄梦耳，就是在两个之间，盖人之造园，初以岩穴本性，未能全失。城市山林，湖中天地，城市里的山林，湖中天地，这是一更邪乎的事儿啊！一个酒壶里面它有一个世界，就基本都是在小大之间。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我们也知道所谓大禹隐于市啊，就是后来有人加大禹隐于朝，实际上基本上比较早的说法就是大禹隐于市，小隐隐于野。那么实际上在大小之间，中国文人，所以你们应该知道啊，现在人通常认为中国文人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大也比小也好。你们现在能觉出这个判断很怪吗？中国文人从来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就是大比小好，对吧？那么
实际上它只是处于一个简单的评价，但并不是价值评价。中国人始终希望我既能得到城市的这个喧嚣，同时也不背离这个山林的这个清静，所以城市山林就成为园林非常重要的一个理想，这个理想是高于绘画的。所以在原野里面讲到这个城市山林从哪儿来的，它是两种地，原野象地里面有山林地，原地为山林上，他讲了半天了，自成天然之趣，讲什么不用你做什么，不凡人事之功，所以山林里面基本上不需要你来做什么，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对吧？一个地方不需要设计师，但城市地呢，这个评价几乎反过来，市井不可园也，这地儿你没法干。但这个时候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如果在原野里得出结论，会认为山林地比城市地好，但这时候仍然又是一个现在我们基于西方的这个思维方式价值评判来妄自揣度中国古代文人的这个评价。所以不虚言与不可言这两个都不是中国人真正想要处于的状态，而他真正想要待的状态恰恰在这两个之间。所以在东南元素里面讲到文，就是园林与文人里面讲到，这样作为明显的铺张的标志的园林，除了在它主人的城市山林内，这时候城市山林已经完全取代了园林这两个字，因为园林通常来讲它是更趋于山林，对吧？但它有一个园子，它会把它给切出来，切出来以后可以放在各种地方。接下来讲讲水，江源志里面讲的造园的要素，一为花木池鱼，二为屋宇，三为叠石。那么花木池鱼里的池是园林里的水，但在中国的山水画里面，山水是并称的，对吧？文人也叫山水理想，为什么在园林的操作里面山和水分开了？而且他在这里面讲到花木鱼池是最自然的东西，你对它做不了什么事儿，而屋宇呢又是最人工的东西，所以觉得调节于两个之间的恰恰是叠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为什么中国文人在造园里面最主要动作是叠石啊，甚至日本人把造园叫制石。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林泉高志里面写绘画是怎么操作山的啊，山形步步移，他写山远看如此，近看如此。我们也知道就是那首诗啊，横看成岭，侧成峰啊，就基本上山形步步移，山形面面看，四时之景不同，朝暮之变态不同。变态在中国是一个好词啊，不断变化的状态。不知道为什么在现在变成了，也是基于一个很变态的对一个英文的翻译叫做 abnormal。但其实中国人形容一个最好的妙不可言的东西就是它变态。形容女人油多，现在被形容不男不女的人。你看写山写什么热闹，没有水，对吧？就是如果你们去看看林泉高志，可以发现他只写山怎么画，从来没写水该怎么画。然后接下来再讲到一些跟山水有关的东西，又会提到，比如说山之人物以标道路，在山上你画一条道路，实际上它太窄了，对吧？就像前面所说的，就它更像画蚯蚓，但你画一个人在哪，就代表有道路了。山之楼观以标胜态，什么意思？这山你不知道它是一座山还是石头吗？我在上面画一座楼，你就知道这山有多大了，对吧？它一定是以一个东西来表达另一个东西。山之林木硬壁以分远近，来分这个所谓咱们现在叫做层次。山之溪谷断续以分浅深，这时候有水，水之金渡桥梁以足人事，就是实际上你不怎么画水，但是你画水上的桥，以及你画这个码头，你画船，那么鱼艇钓竿以足人意，就基本上他会画一个相画一些相关的。这时候我们发现林泉高志里面写画山水，他写了怎么画山，写了怎么画与山有关的东西，写了怎么画与水有关的东西。
唯独就是没写怎么画手。我们真看了中国的这个山水画就会知道，中国文人根本不画手。这个地方叫做留白，对吧？中国文人画山水画，画的是除水以外所有其他的一切。也就是中国人画的山水画里，除了水，他什么都画。所以在这个叫董游，他是一个评论家，他画画一般，但是评论非常尖锐。他提到什么呢？他说现在的画师相语言，就是现在的画家凑在一块讨论业务，通常来讲都讨论山而不讨论水。就因为山呢，它有风啊、岛啊、崖谷，对吧、啊、烟云木石可以迎带这个勾连来，这个是限制，不是建制，能把它给表现出来。山你是知道怎么画什么怎么下笔的，治水则无甚待见，驱蚊斜视要尽其什么，这所有的这些特别难画。就你怎么画呀，这东西大家知道水透明的，对吧？而且水这个形状又是你不确定，而它有的时候过于确定，所以呢就是画起来特别难。因为特别难呢，他就讲会经常有一些不争气的画家要挑战这个难度啊。怎么挑战呢？他说以夸张这个说，不过能加以促纹起浪，或更做这个脚肾什么龙，对吧？有的呢促纹，大家知道促什么？就是皱眉头，那个东施效颦，那个就叫做促，对吧？就是美人卷珠帘，身作蹙蛾眉的蹙，就实际上他讲就是如东施效颦一样的可笑。那说这样的已经很可笑，还有人为了表现那条水，大家知道那个刘禹锡的这个《陋室铭》，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对吧？刘禹锡都这么说了，就有些更可笑的画家会画一条龙代表这个是水，他觉得这些做法都很二，便是山海图矣，更无水也。其实说唐人孙卫画水必杂山石为惊涛怒浪，他说在画水的时候要加一点山石，为什么？不是为了画山石，而大家知道一旦刮风的时候，水撞在这个礁岸上，它能打出浪花来，对吧？他画这个浪花也代表是水，他认为这个盖失水之本性而求假于物，你要靠别的东西来折腾，不足于水也。所以董游形容那些画水的波纹的这些来表现水的人呢，往往翻成沸汤，就你画的不是水，是开水，对，开水才会这样。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马远画的十二水图，就基本上能画成十二种水形的大样。因为你看这些大样图基本上就是翻入沸汤，对吧？所以开水也是这样的。但是因为我太喜欢马远了，就是我不太相信这个只是大样，但是你看同样是画十二水图这个翻成沸汤的马远，你看他画的山水画，这幅画叫做雪景图。为什么要画雪景啊？这是一个更猛的事儿。我前面说了中国山水画家会画水以外的一切，对吧？山基本是黑的，它要用墨嘛，树也要画，你云啊天你都会画，只流出水的。它为什么要画雪景啊？雪景意味着山也是白的，水也是白的，这才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这个是马远在讨论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画的雪景，他画水了吗？他没画水，对吧？他山也没有画，在这儿画了条船，一定会有条船，对吧？要不然就没有这个水了。会画几棵树，他画的基本什么？最多的是什么？画的是雾霭烟岚，是所有无形的东西，那些云气。然后以此把最主要画的，你虽然叫山水画，但是不着一笔于山水之间。所以马远的这个雪景图是我最喜欢的山水画。那接下来我们有了这个前提以后，知道了在山水画里面山和水的关系是有差别的，虽然它并列来看，再来看原野非常容易理解。哎，我们发现在原野多山其实是叠山啊，江南的人念叠会念成多，然后所以写出字来他会写这个字，其实是叠山啊，会有山石池、金鱼缸、
涧、渠水和瀑布都在叠山一章里，没有专门离水的一章。意味什么？实际我们想想，不只是画画这样，因为水形是你不可能设计的，对吧？不管是中国园林还是西方园林，没有设计师有那么大的本事能设计水形。你设计的其实只是那个容器的形态，而水住进去而已。这个跟画中国画是一模一样的。中国文人通常会用画山来表现水，那么实际上中国文人造园的时候仍然是以叠山来实现水。那么就讲讲叠山啊，最后讲讲叠山。那么江南园林志里面有一个底本对比，就是他读了这个继承的原因，也读了鲤鱼的江南园林志，而且就是实际上前面同学先生提到，在所有这些作者里面，只有原野的作者继承和闲庭偶记的作者鲤鱼这两个人是真通奇记者，但他们俩的观点是不一样的。继承论峭壁与李立翁所说颇有出入，这是我说你要真想从书里得到真理，知道你为了该怎么办，就只读一本书啊，读两本书你马上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继承之峭壁，直立靠墙，以粉壁为纸，以石为绘，就是以白墙为纸，拿那个石头作为纸上画的画，中国人永远在造园里画画，就是旁边种点东西啊。但是鲤鱼他所做的峭壁呢，跟垒墙差不多，并且用一个就是房子要挡住它的这个山头，让你不知道它有多大。所以其实两个是相近的功能。那么继承的壁呢，重平面，而鲤鱼的壁重立体，使各尽其妙也。这是我们看到原野里面的峭壁山者，靠壁鲤也，就是靠着墙，这也在一谱里啊。几乎中国古典园林里最好的东西都会在一谱里，做的最极致的不在苏州，在无锡继承园，是我觉得中国园林最好的一个园子了。如果大家一辈子只去一个，我觉得应该去继承园。实际上我喜欢一谱是因为它很像继承园。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它墙就作为宣纸，然后用石头在上面像一幅画。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文人有本事在一张纸上画出山来，所以在相同的这个标准下，鲤鱼呢其实是它，当然这个不是特别贴切啊，但是这个是就是我能找到的比较贴切的，其实用亭廊的这个檐口挡住这个山头，你不知道它有多高。鲤鱼讲的就是那个不见十丈人之脱金露顶嘛，则近至矣，就是你让他不知道有多大的做法。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一谱的这个檐光阁里面，这一房山基本是装满了的。那么闲庭偶记里面也讲到，就是这个壁后既作平檐，须有一物檐壁之，有了这个我上课讲过的。实际上原野里面有个相同的论述，搜土开其穴路，平山皆以方廊。讲什么？你要让一个山做得足够高，你两种事儿，一个是你往下挖，对吧？你把它挖了，这山不就高了吗？还有一个办法，接着这个山，靠这个山，你盖一座房子，房子干嘛的？挡住这个山顶，不让你看到它。那么在《原野自序》里面曾经提到，文人相轻嘛，都会挖苦别人干的事儿。这一点，他说这个，我们那儿有几个自以为是的家伙。他们取石巧者，就是太湖石里面长得比较好看的，就把它放在这个竹木间为假山。这个假山是褒义还是贬义啊？贬义啊，假的，这是真假，实在是太假了。与偶观之，我从那儿路过看见了以后，发微一笑，就是冷笑了一声啊。我觉得他故意的，他想让那几人听见他笑。然后那几人听见了，问有什么可笑的？他说啊，世所闻有真似有假，胡不假真善行而假人勾芒者之权美乎？他讲什么呀？真假这两个东西是相对的。你们把一块石头摆在那儿，它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山，它只是形状像山，但它体量一定不像。他说怎么样才能做得像？你让它成为山的一部分，而我们只能看到这一部分，这个时候它才像一座山，对吧？所以基本上，比如说我们玩什么
你小时候有那玩具兵对吧？像个绿巨人，你做的这么大，你放在这儿，名字叫巨人是吧？其实是小人。真正能吓的是什么？假如现在从窗户里伸进一只脚来，这有你那么大，我们会觉得一个巨人在那儿对吧？虽然没有看到整个巨人，也许只有那只脚。然后人家说你能吗？他说遂偶为成帝。他怎么着？他也砌了一堵墙。这堵墙我后面会讲，俨然加山也。所以中国古代园林里面的山通常都会跟墙坐在一起。那么这个其实《先天偶记》里面李煜也讲过一事儿，他讲什么？有一老和尚，他建一座寺，然后他整天呢闲着没事，因为建寺大家知道弄那些条石要切成方的嘛，会切出很多边角余料来，准备运走。现在我国基本上就土方平衡里面就算被运走的那部分。老和尚就天天捡这些碎石头，然后建构出来以后垒成一壁，就把那些碎石垒成一座墙，高广接数十仞，嶙峋嵌绝。这个没问题对吧？因为你全都是不规则的石头，一定很嶙峋，光怪陆离，大有峭壁悬岩之势。此僧称韵人也，他简直就是个诗人啊！这简直是太猛了。所以《先天偶记》里面也讲到，你要真做一个大山啊，你山一般占地都非常大的，首先你有没有那么大地儿，非宽不可，壁则挺然直上。你只要有二百四的这个宽度，你就可以砌入墙了。现在有如孤桐，近竹孤桐，摘头但有细壁，只要有一点空隙，你就可以。前面记得我讲的这个沈复的这个小中建大，对吧？就是房子那边有一块小地，你就砌一堵墙，嵌一个大石头，立个碑，上面写白云山，然后你认为它是白云山一角，它就很大了。讲的是同一件事儿，正面为山，背面皆可作壁。哎，这时候我们再看《浮生六记》里面那些讲山的怎么说？课堂三卷迎紧对大石，它一定是房子会贴紧那大石。为什么？前面讲过了，李煜希望用这个檐口挡住这个山头啊。殿后临峭壁，树杂阴浓啊，仰不见天，它一定是让你看不干净。然后仰而视之，不见其人啊，这全都是这些。夺其地与在殿后峭壁之上，我们可以看到啊，基本上但有细壁，你就垒墙。而且这个里面是张丹元讲的，说就是他也笑话别人啊，的确也是几个人堆了一座假山，张丹元从那儿过而笑曰：“是岂知为山者也？今夫群峰造天，深岩地质，此盖造物神明之所为，非人力可得。”就那几个人也做了一个山的模型，对吧？假山就是山的模型嘛。张丹元从那儿一过，冷笑了一声，说：“山都那么大个儿，可以伸到天上去，这是老天爷才能干的，不是人力干的事儿。你们，他说，况其地折跨数百里，这跟李煜讲的事儿一样的，非宽不可，而无以盈丈之尺，五尺之沟，游而笑之，何意？世人国土以欺儿童哉？”说你这不是市井上的流氓搓一堆泥儿骗小孩吗？这说的很损的啊，因为骂别人设计都是骂的相当损的。为夫平冈小板，这字打不出来，板柱之功，他意思是，然后人家一定问他，那你说怎么干？他说砌墙。中国人文人给你的叠山的这个做法永远是这个做法，砌墙。板柱就是那个垒墙啊，板柱之功可即日以就，几天你就可以把那个墙砌起来。然错之以实，就你不能砌一个平墙啊，平墙就是你砌成虎皮墙，这就失败了。你必须得让它错落，因为山是一个自然东西。机制期间，辽以短圆，易以密小，你用矮墙围着它，用树用植物把它给遮掩起来。这个时候都是什么？都是要藏它，让它大。上次我讲的越藏越大啊。所以就实际上，其实脉之所奔注，伏而起，突而怒，
为师尊又说，若似乎处大山之离，离是什么呀？是山脚。你一定要让这个东西看起来像在山脚之下的一块，而不是整座山。结息断骨，结和断非常重要，你一定是让它看起来是一个没有完成的，没有看光的东西啊。此此数十为无有也，就实际上你以为是一座山，其实只是这几块石头。那么这个是环秀山庄里的一个峭壁山啊。所以当时在研究完这些以后，到环秀山庄，我马上就知道这个东西不够好，它该怎么改。它实际上就是像张丹元挖苦的，就是博图以细而同啊。他为了让这个象山，就实际上原野里面讲的主峰一偏，他真的把最高的放在一边上，这时候意味着什么？他用这个在模仿整座山。但是人只要心智正常，不缺心眼，一定知道这不是整座山，对吧？所以他应该怎么办？他不应该让他从这儿陡峭，他甚至他只是应该让这个山脚像山脚真正的形状从这个墙里面伸出来，像一座这个山撞破了这座墙，真正流出的山脚一样。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真的会认为这个断垣，这个墙后面是一座整座座的山。所以假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要点，不是模仿真山的山形，而是模仿山的一部分。接下来做的工作是挡住其他的部分，是让你认为你没有看到整座山，而不是我没有整座山。所以这个是在北大我觉得做的非常好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基本就是这东西就是挡土墙，对吧？但是因为稍有错落，聊以短圆，意以密小，因为有非常就丛杂的这个植物，所以你不知道这山有多大，你只是看到了山脚的一部分。我们知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啊，所以这个非常小的东西是可以。那么实际上圆山就是在园林里面继承认为可以叠的最大的山，他都说非士大夫好事者不为也，没深没浅的人才这么干，说为者书有那个见识，原事无何志，不尽那个欣赏而就听前一臂，就永远是你想把山做大非常难做得好，但是你做一堵墙让它像山是非常容易的。先天我记里面也讲过，山之小者以容，大者难好，就是他说鲤鱼甚至说他逛了一辈子就基本上没有能做一座在园子里面哪怕堆一座相稍微大一点山，没有一座山没有穿凿之痕，都很做作，不可能是一个远看和真山无异的东西，这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张丹元叠山的怎么样，他处理土山一般都是石爆土山，很少有只是石头的，基本上石头都是挡土墙啊，然后就是再把石头补进去，选择性的补在比较重要的位置。山未成的时候就先想着盖房子，我前面讲过了，是为了让房子在房子里面会看不全这个山，只看到一部分，而房子还没做好又想里面的设施，他要把窗户和床以及座椅设置好，窗框是用来取景的，而座椅是给这观者定位的。他永远要干的事是想让这个山像真山一样，都是要让人看不干净，只看到山的一部分。所以李渔也讲到，就是说基本这个山你坐的地方要离那个窗子比较远，这个时候你不会身体探进去看到整座山，这个时候这个做法才是就是否则非尽善之志。这个鲤鱼里面讲到以土代石之法，就是混假山于真山之中，就仍然讲你先堆一个土山然后用石爆土，那么不可无土啊，就是他讲的土则易崩，必仗石为攀底，他讲的什么呀，就是挡土墙。这个原野里面讲到也是粗夯，讲的就是土嘛，对吧？欲知堆土之奥妙，还以陨石之精微，有真有假，作假成真。所以都是把石头给嵌进这个土里面，就是这个《浮生六记》里面也讲过，堆土成山，建以石块，则无山而成山矣。所有的这个中国文人的做法都是
以石爆土，用挡土墙的做法来做山。这东西现在如果我们再出去看，会不会觉得非常可惜？满大街都是挡土墙，但是无一例外都做成了虎皮墙。所有高差的地方，这唯一壁，只要你掌握这个核心，都是有机会把它做成非常棒的假山的。这是留园五峰仙馆对面的，我们可以看到石爆图啊。这些其实从工程意义上讲，非常典型的挡土墙。所以基本上我也不觉得叠山没有机会啊，只要你有机会做挡土墙，你就可以对假山了。但并不是挡土墙都是假山啊，接下来你要知道什么样的假山是好山，那么你又要去研究画论。所以现在现当代堆山的人，我觉得堆的最好的在苏州，叫南石题记，在南石题巷里面，往事院附近有一个画家叫做叶放，就我去主持过他和同名的那个对话，就他在他的园子里堆了一座非常大的石头的假山。就虽然在讨论的时候，就是我一直不太乐意就是露骨的表扬啊，但实际上做得非常的棒，基本上也就是挡土墙。但是画家我们可以看到，就挡土墙做法对吧，你抱了一堆土在里面种树嘛，所以以后大家在做树坑的时候不要那么粗暴了。然后当代的叠石的除了那位叶放，我还见过了另外一个人叠的这个土湖石的这个山，叠得非常的好，但我不知道他是谁。这是我在北京动物园扬子鳄这个馆里面，其他鳄鱼的这个馆那个假山叠的真是乱堆煤渣呀，就是看着非常恶心，但是这个人叠的非常的棒。土湖石就是疙疙瘩瘩的嘛，但实际上它非常的没规律，它有的时候比太湖石其实还要难。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它几乎就把它堆成了一个完整的一整块石头。我们知道所有的石头山其实都是整块石头，中国人叠石都是希望叠的能像一整块石头一样，基本上这哥们做到。大家能看到是扬子鳄，所以当时我就找动物园的人，我说哎，这个假山谁叠的？当时人家很警觉，说你什么部门的？这哥们是个高手，我很想认识他一下，然后你有病吧，就把我请走了。我也没查出来，但是这个真的是高手。我们可以看一下，就不只是你把石头堆起来，实际上你要顺应它的纹理，就让它看起来是整块的石头。这是很多块石头，但你看，其实若干块石头叠在一起，因为石头有规律的，比如这是横纹的，它相对来讲还容易处理，对吧？你把它横纹的叠在一起，它怎么看起来也不会太怪。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土湖石，这个其实难度非常的高。就这个它做到了，这个绝不是偶为成弊啊，这个一定是这个人铁定是个高手，他太懂这个东西了。只是我不知道他还活着呢，以及他还在哪儿混得好不好。所以这个做得不错啊，这也在北大里边。就是每天去我们中心，就会从宿舍就会路过这儿。就实际上你不太会干的，你要做这种就会把它做成这个。这个像山吗？犬牙刺户啊，所以列威出入就是这个东西没法说。你让工人师傅，你说你做的自然一点，就是工人师傅就会自然成这样。然后接下来山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是洞，因为洞在里面是悬挑的，盖房子也是，砌墙不难对吧？你想盖房子，你要有梁要屋顶很难，砌脚就造屋，就基本上跟盖房子差不多。所以我们发现其实都是非常经典的工程问题，只是要带入强大的美学原则去处理这个工程原则。前面讲了，堆山其实就是垒墙，石爆土山其实就是垒挡土墙，我们做石洞其实就是盖一个石头的房子。这个是狮子林，就那座在古代争议极大的假山啊，认为是泥赞，它的石洞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条石基本就是梁对吧，
你这些就是盖一个房子了。江南园林志里面讲葛，这是谁啊？葛玉良，就是我前面讲到了张南元和葛玉良应该是如果说并列的话，大致就是并列第一的两个造园高手。葛玉良说，狮子林的石洞皆借以调食，不算名兽。说这个你用平顶结构，这盖得不好。浮生六记骂得更狠，这是沈复说的。某在城中最著名之狮子林，虽曰云林首笔，就是说虽然说是倪瓒啊，倪瓒是大画家，没有人敢说他的画不好，所以这个也在于我们可以看到造园评论家怎么骂他。且石质玲珑，说虽然说是大画家盖的，而且那石头啊是真不错。他为什么要说石头不错？他是为骂他是来活干的，是怎么样？中多古木，树也不错，就是人不行啊。然与大事观之，竟如乱堆煤渣，积以苔藓，穿衣以穴，全无山林气势。他不只说这山假，他说像是蚂蚁洞。他不止没做大，你把这做小了，就是前面我们看到童心先生画的那个狮子林的这个，被骂得这么惨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个对造园、对叠山的这个标准其实非常的严格，而且就是在小大之间。他骂这个不好，他不说别的，他说穿衣以靴。你把大东西做小了，这个时候大中见小，它成了一个。那么。童俊先生在描述葛玉良叠石的时候，他讲远胜前人，专能勾带大小石，如造环桥。环桥是什么？拱桥。与真洞壑不稍差，不可谓非叠山数之革命。就是之前基本上葛玉良之前都是用横梁来做这个洞，从葛玉良开始是用拱，因为所有的石洞基本都是类似拱的。这是葛玉良在怀秀山庄堆的那座假山。他真正的最震撼我的，就是因为在我研究叠石之后，就是前面我们记得沈三白在骂这个倪瓒叠的时候，他说这石头用的非常好，是吧？石头很棒，树也很棒。而葛玉良在对这座假山都是非常碎的，非常不成形的这个碎的太古石，连成了这一整座山。我们看到，这是碎古石拼出来的。你们谁能看到它哪是拼的，哪是什么？基本上用碎胡石可以拼出整块太湖石的瘦肉厚肉来，而你不知道它下手是在哪下的。所以看了这个，你们知道我为什么那么想找到扬子恶馆那个叠那个假山的人。他虽然没有做到不留痕迹，他的那个就基本接缝还是在的，但是他的山势已经非常好了，基本在葛玉良这儿你什么也看不见。你看顶能看到有真细看的话，全都是这种碎石啊，它能叠成这样，这是一个非常让我想起来都有点压抑、痛苦、绝望，我觉得很美好的事。基本上好东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没有一块石头是好石头，但是整个叠起来玲珑剔透。所以童俊先生为三个人叠石的境界有一个总结，就基本上狮子林各洞，壁虽玲珑，其顶则平，葛所作洞，顶壁一气，成为穹顶。二者目的，均趋写实，都要模仿真山。他讲到若南园张南园之墙外奇峰，断古数十，则专为写意，可云狮林尽得其形。葛得其骨，而张得其神也。就我们在这里能知道，童俊先生他对这个排序，这个是张南园在偶园用的黄石山，这个其实看起来没有葛玉良在怀秀山庄的山好看啊，但他用的是黄石。大家知道黄石吗？我们铺路的那个有青石有黄石，偏黄的就是黄石。黄石非常蠢笨，是成大块的，它不像葛玉良因为用的是碎胡石。胡石因为本身那个形状，它是有瘦肉透肉的这个趋势的，但恰恰是这个黄石都是整块的石头。你说你要真用砖用这个方石块能叠出这种来，其实是一个
更难的事儿。所以并不是这个山绝对比较的好，而是你基于的这个条件，而你用的手法。最后讲一讲花木，讲完了山啊，那么花木是在非常奇怪的事儿，三卷原野里面没有花木的砖田，而园林里面大家都知道，园林通常也会被叫做花园哈、啊，但是中国文人写园林完全不写花木这件事儿。他讲的是为什么呢？其实童先生也有点纳闷儿。中国园林建筑是如此悦人的，他讲的是洒脱有趣啊。他讲的这个是西方人不能理解的，以至于即使没有花木，它仍然成为园林。因为确实是啊，我放了很多图片，其实都是建筑和廊啊这些东西。我们想象一下，西方的园林如果把里边草都拔了，它基本上就回到实物现场了。显而易见的是没有人工修剪的草地，说中国园林啊，这是骂得非常过瘾的，就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很想把它翻出来看一遍。他讲中国园林显而易见的是没有人工修剪的草地，这种草地他说的哪儿？法国园林对吧，对奶牛具有诱惑力，却几乎不能引起有志人类的兴趣。法国园林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当然这个他的这个骂法不是童先生自己发明的，实际上是最早文艺复兴的时候，米开朗基罗曾经就是用这个形容来骂那个小桑家洛，就说你这个东西只有奶牛才喜欢，你这个大草地上。他借来骂法国的原因非常的太过瘾了，我觉得咱们多读两年。这就是法式园林的这种一大笔以后基本都是修剪精良的草地上，它确实也有点像牧场啊。就当然在这里面我也不是很客观的在找这个图啊，我这时候没把凡尔赛宫的这个外形放出来，我找了一个最像牧场的一个。中国园林里面讲到中国园丁的花木移植和杂交之道，众所周知，中国园林中的植物学内容值得由植物学家来另写专论。这童先生认为实际上它是一个缺憾。那么就是江南园林志里也提到，是有赖于今之至植物学者加以科学整理。那么这个可能在座很多同学就是在你农林学院的这个背景的那个学景观园林对植物的理解，实际上我觉得如果有同学有兴致或者想要做研究的话，其实可以尝试着做一做童先生呼吁的这件事儿。东南园树里面他再次呼吁，对这个跟大家讲格外有意义。由于自古以来一直在进行树木花卉的移植和杂交育种，中国苗木栽培工人的技术精巧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园林的植物值得植物学科学家们写一本专著。但这本专著始终没有，就在我们学科里通常来讲，懂植物的就不懂造园对吧，但懂造园的对他们而言植物基本就是一个圈对吧。唉，负责一点加一个点儿，就是没想到今天还是这个状况。但是其实这个事儿为什么中国古代文人不写，是因为中国古代文人基本上都很全能啊，就是这个分科是西方人的事儿，中国人基本上叫做神通嘛对吧，就是精通某技。说人精不是说精到什么程度，而是你通了，你通过你的事儿你可以了解很多其他的事儿对吧。说那个神仙是指神通的，《西游记》里经常有孙长老收了神通嘛，他都是通，所以中国文人什么都搞，他们也《闲情偶记》里面就有种植物，虽然他写的园林里没有，但是他的笔记里面有，《浮生六记》的《闲情记事》里面讲了大量那个沈复和他老婆在种花的时候那些有趣的事儿，《账目志》里面有花木，而《鬼心杂志》里面有专门写芍药栽菌移植这些事儿。所以意味着实际上这些技能在中国文人是一个你一定会有的技能，也就意味着在讨论中国园林的时候他不会拿出来另说。但是在现在分科很，我们都讲学科啊，在这个强烈分科的前提下，所以
要做中国的园林是需要补很多，而且有很多不是一代两代人能补得来的东西，所以这是为什么现在着急去分析拆解的这个工作会让我觉得独自不好。自来造园之意，虽全局或有主人规划，而实际操作者则为山匠此人不着一字。因为这些人也不写字儿啊，所以基本上这个技术也不纯了。而另外一个为什么有花木，意为花木鱼池鱼，而这个他讲到属于活动已有规律。那么这个是什么？是人不能控制的。花草的长势它基本上会依据它自己的，中国人绝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你比如说一个灌木你剃头把它剃成一球哈，这个当然就被控制了。但是中国人我们知道有病媒管禁啊，中国人让它就是胡来还来不及呢，更不会让它有规律。那么陈梅公在讲园林的时候也讲到老树难是为什么呀？一个园林基本你们带着你们用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工程项目都可以在几个月远至几年就可以完成，但是你真的想在你的这个园子里面有一两棵大树，大家知道就真正要好树要数十年啊，而且真正中国人喜欢的这个好树基本上还都是成材的树。那么像比如说很少有在园林里讨论榕树的，但会讨论槐树、梧桐，这些都是成材的，长得会比较慢，但是长大以后的树形会更好。但来到广东我觉得就有很多像诸如像千层柏、凤凰木其实都很棒啊，但这是基于江南的不可立期，它不是马上就能形成。这又回到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竹子、芭蕉，对吧？如果他们知道，哎，这边又经常住的一种梅叫三角梅啊，就是他们包括编篱围院的事儿都可以省了。那么我们讲到围，就是围园物极求成，成者非病朝迎夕就，也不是你早上做晚上就行了。山石停时成矣，而花木仍有待。所以中国园林永远不叫设计，不叫施工，这个整个过程叫什么？叫做经营。你绝不会看到中国的文献里面有设计园林这个说法，都是经营园林。经营意味什么？你是不断的住在里面，跟它打交道，就一点一点让它成型的东西。甚至是一辈子的事儿，但一定会有人打理。但是如果真的这个是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工作，当然远远比这个多啊，我找一些比较典型的，像原野里面虽然没有这个花木的专论啊，但实际上里面的这个提的极其多，而且它的操作原则极其的一致。梧桐匝地，槐荫当庭，插柳连堤，栽梅绕庐。上节课我讲了为什么栽梅绕庐啊，风声料峭，溪弯柳间栽桃。你们可以看到都是月影轻微，屋绕梅雨种竹，包括移竹当窗，分离为院，以及半窗碧隐交同，以及窗虚交影玲珑。我们见到的最玲珑的是哪个？就是我能找到的，就衣谱的那个平面艺术。那么童俊先生在东南园术里面，这是七八年，就基本在他去世之前，应该是封笔之作，就是他写了一篇，在里面最后写了花木的专论，在里面把花木分成观花类、观果类和观叶类，然后在炎热夏季提供遮阴，然后不要忽视藤蔓，就基本他开始做最基本的奠基的工作。奠基就意味着他一定不出气，但基本上现在人对原中国园林里植物的认识基本上也完全没有超出这个，而且甚至很多现在人基本都意识不到。而且他还真的找到这个科学家，把江南园林里面这个所有的植物抽出来，然后把它垃圾桶的这个资源也找出来，就做了一个可以进入植物学讨论这些的一个起始。接下来我如果童先生还能再活些年的话，可能这一步会走得更远，可惜他不在了，后面人也没有接着做。这是最后一页 PPT 啊，这当时是在
当我开始理解童先生的这个苦心的时候，你发现他其实不是在写一本书，他是在他这一辈子，他希望后世读书的人可以通过读他这本《江南园林志》，可以把整个中国的这个相关的文献成为一本书来读。这个时候他做到了，因为几个老师给我提出了一个非常不可能的任务，因为读《江南园林志》，我不只是读了这一本书，而被《江南园林志》带着几乎读了几十本的相关的园林著作，就是这个在我自己的变化难以名状。但是在北京的这个雕刻时光这个咖啡厅里面，其实在意识到这一点，当时可能也是比较年少吧，就是容易动感情，当时我就哭了。但别人基本估计也是这小子失恋了，坐在那儿一个人看着看书就哭了。然后我就写了这篇后记：吾于雕刻时光读童俊先生《江南园林志》，见初窥其门径，久之竟失声而泣，余人亦之，方自止之。我才停下来，发现别人看我眼神很怪了。初识此书，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久之索然不知其类，没有看懂。所谓阅读园林之说，就是我上次给你们讲那节课叫做阅读园林啊。所谓阅读园林之说，只能引其三五言者，窃以为浅泛之论。当时我是认为《江南园林志》是一个入门的书，科普的，有很多论述不值一提啊，竟冒昧批之，还用自己做的东西跟他比较了一下。现在才知道是一个多么不知深浅的一个该打的举动。今熟读之，方知童先生厚积薄发之意，乃在成吴国园林理论之大宗，继承立翁等公之言，故以烂熟于胸矣。至终所举不凡，成无意以他人之会要紧。他从来没有打算讲述别人的东西来夸耀自己啊。但我来到广州以后，一直是在讲述别人的东西来夸耀我自己。我是不是应该不再讲了？更似训诫弟子曰：“吾所举之先贤理论，汝辈当自熟读之，不为赘述矣。”所以这个，就你不要指望在那本书里能看到，但一定是你应该知道。如果自称，不要说做，如果自称想要了解中国的原理，是你必须要读的那些所有他的举出来的论著。故何原野乌语之论，只以所未及之仿制古之愚者，仅列其名耳。所云原野独无花木天之祸，则至终笔墨除最重之叠石外，以论花木之考证为多。向地直举山地，立基仅列楼台，原其特征之出众，而继承未加强调的，并所引洛阳名园记、鬼心杂志、浮生六记、女园从化等著之言，仅点到即止，貌似浅近，实导读也。既然是导读，他只是告诉你应该读。哎，哪去了？近日所号园中之叠山，深以为葛玉良为德者，其山积近矣。故先生之志于吴国园林诸理论，实沙江之于葛公之相所向之湖石也。沙江故自不成山。这是为什么读《江南园林志》本身你会觉得它不是一个系统的理论啊？自不成山，而无此，则山无以成矣。独览江南园林志，故不成书，而志于历史文献之大宗，则可顾盼勾带，使数十百书竟成一书矣。若无同工之力学，则无欲登园林之山，须再以数十年之功，以补独志须臾之所得。啊，若无同工，吾将何知也？如果没有他的话，我该怎么办？前人植大树，后辈良书甚，先生之音不为可歌亦可泣也。这个是最后讲完了，谢谢大家。
们工作室有两个群都满了，就有第三个群，实际上是提供一个平台。这个群不是让大家在群上出问题考我的，是希望大家之间可以多交流，因为基本在这都是年轻人，想要学东西互相交流的，所以有兴趣可以加这个群啊。现在这是新开的，然后我在豆瓣的这个，哦，这是豆瓣小组，我在豆瓣上面会有书评，其中有很多同学希望我开书单，那我开的书单基本上都在书评里。如果有同学有兴趣想要涉猎相关涉及的内容，可以上来读读有关的东西。谢谢大家。下周四应该是周四吧，我可能还来讲一次，可能来讲一讲气体结构，跨度会比较大。今天讲中国园林，下次我会讲一门纯技术的东西，那是在我所有讲座里面我觉得讲技术最让我心安。讲理论我会声嘶力竭的吼啊，因为它基本都是思想和观点。技术让我觉得最踏实的地方在于你不需要太多解释，只要呈现在那就好。然后下学期我可能会来讲一讲西方建筑史，虽然今天我一直在揶揄西方建筑史，但那期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设计相关的集合。下期我会争取成系统的从最远古的开始讲啊。感谢你们的老师高伟，他继承了我们师门包老师的这个为学生操心的优良传统，也可能之后会经常有机会打交道，那么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关注一下。